周六的苏澳镇街头热闹非凡，许多民众拿着水枪和水桶在街上展开激烈的水仗，大家玩得全身湿淋淋的，欢乐又消暑。对呀，觉得很棒。怎么说？就很开心啊。很好玩，是不是？很好玩，真的。有没有好不好玩？好。有没有好玩？很好玩。原来这是苏澳镇冷泉文化季所举办的活动之一，另外还有金马号复古之旅，请来美女担任金马小姐，要让民众回味当年搭乘金马号的感觉。就是提供大家，就是今天来当地旅游的民众回味一下以前的金马号小姐的这样。另一头的舞台上，十一名冷泉公主穿着比基尼一字排开，带着民众一起劲歌热舞，还有可爱的哈士奇家族一直与民众参加采街，同样也是引人注目。希望冷泉文化节啊，给行销苏澳冷泉，带动苏澳观光资源的发展。欢迎各位呢，踊跃来到苏澳来观光。冷泉文化季不仅带动了苏澳镇的观光产业，也让民众在这炎炎夏日之中尽情享受清凉欢乐的时光。